像这种计时器呢，你平常呢可能会在像是餐厅啊，或是去很多地方都会看到。那种计时器基本上就是按下去之后呢，会有这种声音出现，然后按掉之后呢，它就会停止。好，那你刚刚有没有发现那个计时的部分怪怪的？因为10秒怎么那么快啊？那我们现在就来计时一下。好，就是当我们同时按下这个开始。我们看看它只要几秒就可以把10秒用完，它居然只要用5秒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用完，所以基本上这一台基本上就是瑕疵品吧？那它可能就是做坏，或是它需要2倍的时间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所以这个它就是2倍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买到一个瑕疵品。